呢部就系小米六啦。其实我觉得成个感觉咧，好似 Samsung Galaxy S 八嘅。但系咧，其实佢有同 Samsung 唔同嘅咧，就系、是、Samsung 系双曲芒啦，佢呢个咧叫四曲芒，即系上下左右咧都系用咗曲芒嘅。咁佢就有三隻颜色啦，分别就系深蓝色啦、白色同埋黑色。咁但系佢只深蓝色咧，我就觉得好土豪 feel， 因为佢用咗金色嘅边，然后再用金色嘅相机环，但系就用蓝色嘅机身，咁就有少少土豪版嘅 Galaxy S 八 feel 啦。唔讲外形啦，最高级版本6 GB RAM 配128 GB 容量。计翻港纸都系3390左右，好可能会系近期最平嘅 S 八三五手机，预计喺4月28日就会喺中国发售噶啦。